当年我费了整整三年的时间，才让浴室慢慢的筋骨寸断而死。害我的人就是楼贵妃。现在也是时候让那个陆贞付出点代价。阿珍，你怎么样了？阿珍，醒醒啊！你快放手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们两个都得死。不行，阿珍，不能放手了。阿珍，清静殿着火，整个宫都烧起来了。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爱我，你就可以胡作非为；爱我，你就可以骗我。你知不知道你已经伤害了我？你伤害了我最喜欢的女人呢！我告诉你，一生之中最爱的女人。我不想雅儿的即位大典上有多余的人出现。不是，拿命来！非时之伤，不幸癫狂，又闻赐婚之事后，神志不清，现已削发为僧。遵命。你怎么来的？哪怕会分离，也要努力。多少